小马没开暗度了。哎呦喂，白呀，怕个屌啊！十八斤不知道有没有呢？十八斤的，有八斤就可以了。八斤有啊？八斤有就可以。这个屌鱼直接摁飞，不要拉。钓这个鱼还要那个呢。等一下，等它裂蟹掉，裂蟹掉。啊。可以啊。不飞鱼这个不挑上来，这个就失去了这个理想的乐趣。八斤没有，八斤没有，刚才碰到成熟的人了，吃货吃货吃货。